中华职棒开幕一个多星期，出现了许多精彩美技，尤其是中信兄弟本季转战三垒防区的许基宏，第一个星期就两度上榜，让季前对他守备有疑虑的人都跌破眼镜。这个球打成了左边方向的飞球，许基宏过来有没有机会？哇，一手抓着栏杆，一手接到了这个飞球。各位观众，中华职棒开打啦！许基宏用这个界外区的美技接杀，为新球季的 Nice Play 来揭开序幕。哇，这个球打到了棒底，出去了，在本垒棒的飞球，黄浩然。同样是界外区的精准判断，贴着护网把这球接进手套里。黄浩然表示 ，Hoga 在球棒没有往后甩，赢不到我的啦。这个球直接被恰恰接杀，再回传。恰恰彭振敏虽然打击还在试水温，不过他要用美技守备告诉球迷，防守还是一把罩。天浩的球出棒，界内，结果现在要传给不会的投手，传的有点。看到邓志伟这个庞然大物冲过来，一垒手先审再说。重心不稳的小邓邓，虽然球传的有一点点低，不过不会的江承彦还是很能 Q， 完成这个美技防守。这个球打成了内野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扑到了，现在转身传一垒。只要正手义大的游击防区，没有一个是霸咖。蓝少白快速移动，起身传球，动作干净利落，小白球就是逃不出他的手套。哇，这一次选择用直球跟胡金龙对决，来一轮 ，Nice Play。胡金龙拍拍手，大叹可惜，打得那么强劲，还是逃不过蓝英伦的手套。去年的新人王得主，新球季的目标瞄准金手套。这个球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结果最后被游击手陈永基对到中间方向来接杀。就算背对的球，一样可以接进手套里。陈永基轻松写意的完成这次的 Nice Play。这个球阿雷手拦住。转身跪在地上传，林威廷横向移动，在内外野交界区画出一个漂亮的圆圈，跪在地上传往一垒，一气呵成的美技动作，没收林志祥可能形成的安打。这球出棒在三垒方向被林志平给拦了下来，对角传向一垒欧罗。上个星期打击最火热的小师兄林志平，防守也不含糊，三垒边的强劲滚地球反手挡下，再准确传往一垒，大师兄过来告诉他，金手套有机会抢回来哦。这个球很强劲，三垒手接的漂亮，对角线传一垒 ，Nice play。就在三垒垒包后方侧身拦下这颗强劲滚地球，又快又准的传往对角线的另一边。许基宏用灵活的身手再次上演 Nice Play， 让季前对他守备有疑问的人都该去佩服新眼镜。